这应该是你喜欢的吧？啊，居然被你给看出来了嘛！废话，我是你的，带你领略浩瀚的什么什么？说话说话，对了，告诉你，好吗？我在此开到一年365天，阅人无数，哪一对是真情侣？哪一对是小三？哪一对正在搞暧昧？ 逃得过我法眼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跟你的同学眼睛有爱，所以说这段打是白挨了。不可能的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方宇学姐根本就不会喜欢像明天那种类型的。我跟方宇学姐才是最般配。好吗？来，两份炒面。哎呀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回来回来回来。哎，夜深了。 别做白日梦了啊！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呀，老妈？哎呀，我是你的爷，带你领略浩瀚的世界。能站上决赛擂台的。 都是万中选一的顶尖格斗好手。至于对彼此的尊重，必须严格遵守比赛规则，因为这次格斗的胜利。但是，正则预赛红圈圈就不一样，预赛选手用抽签方式进行分组，参赛者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。 一回合3分钟就得解决对方，胜者留在红圈圈内，1分钟后继续接受挑战。为了保持体力，大家会用最快、很准的方式进行比赛，最后屹立不倒的选手才有资格晋级决赛。所以在预赛间被抬出场外，可是稀松平常的事。 放心，有我们在，就算你来不及变强，我们也会想一个万全之策来保护你的。什么万全之策？你这么会跑，就用凌波微步让对方打不到你，到时候对方就气急攻心，容易犯错出局。还有，这上面没有写到，只要踩到圈圈之外就算出局了。所以我们要训练你能撑到3分钟，其他的想别的办法。 哎，这个当教练的长得这么心虚干嘛？哦，你不心虚你教啊？那好啊，明天给我教，我是最开心的。凭什么给你教？他是我的学生。你刚不是叫我教他吗？他学的是拳击，宋小敏，他学了不止拳击，还什么都得学。闪躲硬撑。如果我参加预赛，是用这种方式过关，那不就违反了我想要勇敢面对困境的初衷吗？ 前面啊！哈！哈！哈！
琳琅不错啊，很有天赋啊。我以后要跟我哥哥一样念正则体育学院。嗯，好，大家休息一下，十分钟之后继续训练。什么？正则体育学院才不会收你呢。为什么不收我？我爸说想进正则一定要从小就培养，所以他请了很厉害的教练训练我。你有吗？我有小米姐姐、亚楠姐姐还有坤姐姐，他们都会教我。说谎精，我才不相信你认识坤呢。明朗没有说谎，Queen姐姐她来过我们家，她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吃东西呢。你骗人，上回你们说你们爸妈在国外，可你们爸妈早死了，你们只有哥哥。我没有骗人，这次是真的。说谎精说的话鬼才相信呢。把话收回去，我没说谎。干什么打架？你们去那边，过来，站好。你们为什么打架？明朗先打我的。明朗，你为什么要打人啊？因为那小动物赖我说谎，我真的认识Queen。那你也不能打架呀。明朗，你已经练得很好了，只要你勤加训练，你也可以很厉害的。没有必要说你认识昆凌的。老师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哎，明朗，你要去哪儿？明天，学姐，这个位置。干嘛你？我过去。这么巧，你们也过来吃饭啊？废话，来餐厅就是来吃饭的啊，不然来上课啊？方宇，你不是说你最讨厌来这儿吃饭吗？感觉自己像猴子一样被人看。因为主任给我发消息了，让我务必参加明天的训练计划。哦，你们的方宇女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师长的话呀？而且这里是餐厅，是用来吃饭的，可以训练吗？不要吃太多碳水化合物，要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和低热量的蔬菜。这个你放心，热量跟营养我都帮他算好。短时间之内，你的肌肉要快速增强。这个你也放心，所有的食谱都是我背的，而且我会帮他做菜。孙小米，为什么方宇说一句顶一句？干嘛呀？赶紧吃饭吧。因为明天跟方宇不熟嘛，我怕明天不好意思拒绝。他们怎么会不熟啊？昨天晚上他们还来我们家大排档吃饭了呢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只是恰巧遇到。不会吧？昨天学姐明明跟我说她是为了答谢你才请你吃饭的呀，怎么又变成恰巧遇到了呢？方宇，你请她吃饭都不叫我，你太不仗义了吧？我还是你好闺蜜吗？明天你说。为什么方宇请你吃饭啊？他要谢你什么？啊？说好，你说，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打个电话。欠揍是不是？发生什么事？告诉我。你说发生什么事？你不爽。好。
我马上过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明天你去哪儿？明天。哎呀，孙浩你。学姐，什么事啊？孙浩，你老老实实、仔仔细细、一字不漏的告诉我，方宇为什么要谢谢明天？我忘记问了。你忘了问？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也可以忘？你脑袋装什么啊？哦哟，这真的是怪我太不小心了，竟然让他们两个就这样凑在一起了。孙浩，你说，你是不是喜欢方宇？当然喜欢了。那你是不是目标坚定，而且屹立不摇呢？是，不然的话我就成渣男了呀。少能看到我的魔幻之唇还可以心跳这么稳定。那这样子说好了，从现在开始你要让明天不可以接近方宇。啊，可是我已经跟明天打过招呼了，让他帮我追方宇学姐的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让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吧。从前从前有一个工人呢，他到了外地工作，可是他很怕他的女朋友跑掉，于是呢他就天天写情书给他的女朋友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的女朋友还是跟别人跑了。那你知道他的女朋友最后跟谁跑了？不知道。就是那个邮差。啊，这个人也是够倒霉的。是啊，真是够倒霉。但是有一个人呢，正在把这个倒霉的事情让这个故事在你自己身上重演。我身上？我听明白了，学姐，你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。可是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啊？简单，从现在开始由我对明天展开强烈的攻势。如果明天是我的，方宇就是你的了吗？嗯，学姐，你真是聪明过人哎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连宝马都追不上。我们现在就结盟，手举起来，快点举起来，跟着我做啊。喵，恭喜你加入喵喵啾咪爱情阵线联盟。什么？老师，明朗回学校了吗？那我们保持联系啊，如果再找不着就真得报警了。好。哥哥吗？我是来找坤姐姐的。找我？
因为同学不相信我认识你，可我真的认识啊。坤姐姐，你能不能跟我到学校证明我没有骗人？小峰，你下午有时间吗？听说最近有部很好看的电影，一起去吧。哦，抱歉，我还有事。哎，上周的社团聚餐你也没有参加，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呀？也没什么了，你找别人陪你去吧，我这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是坤姐姐，看到了吧？我没说谎。老师，刚才明朗去正泽找我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明朗，还不快道歉？对不起。以后不许这样了，你知道老师有多担心吗？就是他说哥哥说谎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安孝东，那你现在认识我了？嗯。你会回家跟爸爸妈妈说认识 Queen 吗？嗯。那可是他们万一不信，说你吹牛骗人可怎么办呀？可我真的认识你呀。所以啊，现在你能明白刚才明朗的心情了吗？嗯。明朗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原谅你。真乖，老师，您有笔吗？可以借我一支。嗯，有。谢谢。小东，你过来。这样的话，爸爸妈妈就相信你认识 Queen 了。耶！谢谢你能过来，不然的话，连我也误解明朗了。没事，都是好孩子。老师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每个月呢，想抽出一天时间过来跟他们玩，然后教教他们，您看方便吗？当然好，这是我们的荣幸啊！太好了！大家都沾了明朗的光，是不是应该谢谢明朗啊？谢谢明朗。不用谢，我还要谢谢Queen姐姐呢。你说，你为什么打架？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哥，是他们先冤我们说谎，又说爸妈都死了的事儿，明朗才会气得动手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打架逃课都是不对的。虽然我们爸妈不在身边，但是你们要更加努力，更加争气才对，而不是借这个理由去打架闹事啊。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许那么冲动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父母不在，你们不是还有我呢吗？
来，啊，我这茶不轻易招待人的，谢谢。上次我跟你提的条件，考虑怎么样了？第一，要有异于常人的审美观，如果能懂得欣赏暴力之美，那就更好了。暴力之美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第二个条件啊，就是要坚韧不拔，折扇固执，说白话点就是痴情不二心的意思。哎，我说你这家伙怎么又来了？我报名了正则联赛，需要一个更强的教练来帮我提升实力。你们程大夫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件事情上你只有一个选择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听到没？想学那道拳呢，就得符合第三个条件，有你就有他，有他就有你。如果说真的要有他就有我，有我就有他才能学拳的话，我拒绝。怎么，对我们家闺女没有好感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我早就对她有好感了。有天晚上，我练习晚了，经过这里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就因为这样喜欢上了？不懂。我也不懂，但事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这年轻人的脑子啊，确实让老头子琢磨不透啊。但是无所谓，只要你喜欢我们家闺女就行了。伯父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更不能接受您所提出的条件。如果为了学拳才接受亚楠，那就不是真的喜欢。太好了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呐。什么没有看错人啊？你这孩子啊，走运了。我一直都挺幸运的呀，不像某些人只能在这陪你喝老人茶。他是在等你。等我干嘛？我要去跑步。哎，他也去啊？为什么？爸，这是我特地为你们安排的训练计划，没到最高点就别回来啊。来，随便吧，我换钱去了。哎，再喝一杯。去哪儿呢？什么？明天没来上课？是啊，整个下午他都不见人影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我这猪脑袋，明天他中午走得这么急，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！我竟然没有跟着他跑来这里守株待兔，哦，真是。不过幸好他没有跟着方宇，那我就放心。静姐姐，为了谢谢你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嗯，你哪来的钱请吃饭？我有小猪吞天罐呀。上次哥哥过生日，想让你请我吃蛋糕，你都不愿意，现在愿意了。静姐姐，我没有小猪吞天罐，但是我可以煮我的拿手菜请你。好啊。你哪来的拿手菜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是个秘密。快来快来，大家快来看，热狗大放送！只要赢得比赛，都可以把热狗通通带回家。快看，是热狗，我们赶紧过去抢票。走吧。为了庆祝新品上市，本公司特别推出了趣味竞赛。
只要参加比赛的人都可以把热狗通通带回家。有没有人想要报名参加啊？我要参加。只要有意思，大家积极报名。很抱歉，小朋友未满18岁不可以参加哦。大家可以两个人成一队，一起报名参加。徐姐，我弟弟妹妹都特别喜欢吃热狗，所以能不能拜托你跟我一起参加？拜托，拜托嘛！拜托，奎因姐姐，拜托，拜托！什么时候跟我爸变得这么亲密了？他居然连压箱底的茶叶都给你喝了！快说，你怎么办到的？秘密？你还秘密？想知道吗？请我看电影，我就告诉你。看你个大头鬼啊！还看电影？有请所有的参赛者把双手放在背后。最先把面粉里所有的乒乓球吹出来的将赢得胜利。3、2、1，开始！方宇学姐只是外表冷漠，其实她内心比谁都暖，甚至挺可爱的。明朗，我觉得 Queen 姐姐快成哥哥的女朋友了。还不会呢。Queen 姐姐，我也来帮你。好。姐姐等我，我很快就长大了，我会比哥哥还要帅还要强。小孩子乱讲话。没事，我弟弟也经常这样。可我是认真的。小南，别勉强。我10岁就参加马拉松，长跑对我来说就像吃饭一样日常。你怎么知道我跑步不像喝汤一样简单啊？再来，走。
来。哎，对了，我听我爸说你要跟他学死亡之击。是啊，身为拳击手，哪个不想重现当年死亡之击的威力？难道你不想？我当然想啊，可是我爸死活都不肯教我，说我脾气急躁，容易生气，万一没控制好打死人了，又该酿成一个悲剧了。我倒是想试试，我的拳能不能战胜死亡之击的诅咒。哎，等等，你的意思，我爸同意教给你死亡之击？或许吧。这个死老头！卢广言，你说你到底用什么方法收了我爸的心？你说啊！休息好了吗？下山。哎，下山！卢广言。看这天就要黑了，他们带的水恐怕也不够了。这应该容易患难见真情啊。忘了提醒他们了，那座山有危险啊。这真是让我担心不已啊。天快点黑啊，如果能再下点雨那就更好了。老天爷拜托你了。哎，你确定是这条路吧？我确定，这条小路啊是最快的，走不了多久啊就能看到大路了。哎呀，你看这路多宽啊，听我的没错。小心。陆冠言，你怎么了？你被蛇咬了？你有没有看见它长什么样子啊？哎呀，如果这个蛇都是三角形，那是有毒的。你现在有没有怎么样？现在有一点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就是因为你让我走小路，我才被蛇咬的。对不起，不是，这条真的是小路吗？我没有骗你。亚楠，身上带纸笔了吗？我怎么会带那种东西啊？我出来跑步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万一我不行呢？我想留点话给我爸妈。毕竟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。罗冠言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你被蛇咬了，怎么会没事呢？我刚跟你开玩笑的，那时候我看清楚了，没有毒。确定？那你骗我！对不起，开个玩笑嘛。哎，为什么？我感觉我这么难受呢？你。我们什么时候请坤姐姐来家里吃东西？学姐她很忙的，恐怕没时间。不会的，坤姐姐你答应我们，她会来的。会的会的。就算学姐真的有时间，我们也不能再麻烦人家了。可是我都跟坤姐姐说好了，不能说话不算数。就是呀，哥哥，你不是经常教我们做人要讲信用吗？哎，我说你们两个，
那平常我让你们按时写作业，你们怎么就不听话呢？喂，孙浩。哥哥好像要出去了。大排档现在缺人，我去帮忙。你们两个，好好在家里乖乖写作业啊。知道了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的计谋不错吧？我把明天绑在这里，方便学姐你随时随地进行铺天盖地的攻击。孙浩，你的脑袋呢就这么一点大，不要以为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，请了一个人就等于请了两个人，这算盘怎么打都是你占便宜。这都被你发现了。这都被我发现了哈、啊、好小子哈、啊、你们呢就别欺负明天了，人家老师什么活都给人家干，你好不好意思你哈、啊。啊嗯，听到了没？面没有了，老娘要去买面。好的，帮我看着店啊。好。嗯，好。小心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小心。明天我来帮你。都这个时间点了，那肯定是有谱了。老婆，当初就是担心生到一个太像你的汉娃，所以特地帮他取名叫做亚楠。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一个好眼力假的，还叫做冠元。哎，这冠军跟亚军啊，天生就是要凑成对的，嚯，才能够镇得住我闺女啊！老天爷，您真是太有意思了，谢了。在这儿，我听说你在这儿，立刻就过来捧场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妈，你想来干嘛？来干嘛？来吃饭啊！我来吧。想吃点什么？这桌子你就擦干净了吗？要是我吃坏肚子进医院，你负责啊？你没事早抽啊！学姐，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，你就别管了。没看。哎，别管了，别管了。擦干净了，想吃点什么？菜单呢？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都不要，其他的一样给我来一份。想点这么多没有问题，不过我可告诉你，我们家的面摊啊，专门治你这种刁民。老子就有钱，就任性，就点这么多，怎么了？有钱最好。点再多都没有问题，只要你付得出来。不过呢，只可惜你没有看到有人白吃白喝，结果他的下场怎么样？其实也没有怎么样嘛，我不过让他们把这些剩下来的汤汤水水啊，全部塞到肚子里面给我带走。喂喂喂喂喂，你们这家店靠抹嘴皮子做生意是吗？废话那么多，
菜照上，钱一分不会少你们的。我是明珠，菜来了。就这种菜色，一看就知道难吃。怎么着？你想吃霸王餐？哼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就算难吃，钱也不会少你的。算你识相。不过呢，这个钱得由明天付。为什么由我来付？因为我是为了给你赎罪的机会才会到这里，要不然，就你们这种破地方，你们求我都不会来。这个人渣！你别拦我！别冲动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想明白好吗？很好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那天在正则让我颜面尽失，今天我也让你丢个脸。白一晨。社长，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为什么老是要找明天的麻烦？社长，这……你现在立刻跟他道歉，然后离开。我不需要道歉，我只希望这一切就到此为止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麻烦。来来来，还没付钱呢。白晨，不用找了。抱歉，是我管理社员不周，以后我会找机会好好教育他。越牵起他的手，成功。